还是姐姐。也该睡了。对，我看看是不是被那个浮名睡过两次。哎、欸，你的那个没了、喔。啊？你的钢塞没了。哦，在脚上、啊。嗯？哦。它只是很像，你看不出来而已。不是，我刚刚听到东西掉下来的声音啊。哦，那不是我。有了。刚好。他睡了，就在这里。不，对不起。没关系啊，反正他睡在这里，走不太到。Nice 哦，你怎么进来了啦？我刚才可以再撞个试试。Nice 进来乱了你的节奏，是不是？对。感受到了。双重发挥，然后我晕眩了。你好大只哦！尾巴我来啦！尾巴冲啊！你可以用门夹断它尾巴吗？不行、啊。夹你尾巴！啊！他这样爆头了吧？那我有没有人敲我一下、啊？我也晕啊！你有没有看到你旁边那两个人在晕吗？哦，我没看到。要死了！要死了！有好傻了！感谢。哎、欸，断了断了断！我觉得是可以抓、欸，可以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们看不到骷髅头，可是我觉得可以。啊！我要放陷阱，我直接很准的。刚刚放陷阱比较快。来猜大金还是大银，还是都没有？我觉得是大银。那我只好猜大金啦、啊，我这么看好他。好，好。用大金，用大金。好。嗯嗯。秒龙玉吗？
一张。没有、欸。有没有更新？大赢而已。我有大赢啊！我没有更新。我也没有更新。哎呦，你们两个偷偷列了我没有看过的大赢，谁又标记我？哦，不是我。那、啊、这个嘞？哦，小雨十万了。哦，你说 YT 吗？要打十套吗？都行啊。我先做强化下那一把雷属性，可是听说那把并不是很好用。对啊，我故意用一个不好用的属性出来。可是外表很好看的那种。镶嵌。哇，只长那么长白斩，然后10%会心强属性品。哇，好长的只斩哦。对啊，他这把到底是为什么被泡、啊？就性能太差、啊。跟变。他只长超长，但性能差吗？十套，靠腰，差不多全部的道具不可使用是怎样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丧尸状态啊！我在那边有教学，他在讲。哼，所有状态都不可以使用。什么叫状态？哎、欸，你们没有跳出教学吗？我还没打、啊。不是啊，接的时候就会跳、啊。我还没啊。没有跳、啊。你接啊。那我接了，我来看看。你接下来看看他应该会讲，所以要我吹奏阎王的笛子吗？不可能，他瘴气耐性无效、欸，所以不用配那一张。怎么会有两个人？没有，我在看看那个介绍，绿色药草，它有红色药草，那什么东西？就那个。那个什么，它里面的特殊药草啊，它只是把这边变成这样可以吧？差不多全部套去不可使用。好棒啊！药草、第四特殊装备、超级彗星都不可以使用。然后机关和道具的恢复效果都是没有效的。所以我不能帮你们吃打消就对了。我在想应该是这样。好啊。各自就各自吧，所以也不用配那一仗啊，因为僵尸，他中僵尸夜夜安安，现金支付，他现在也 DLC 也多了很多东西，一起安安啊，打二零古堡喽，魔物版。再获的银狼毛也不够。来打杰克，怎么杰克？我
看到没有？我看到他的波纹。变丧尸状态啊！我们是聪明的学者。那个不就是那个世界那三个学者？对啊。绿加红，不就是到底什么啊？不就是光胎再加水罐、水球罐吗？好像他是药草，他是药草吧？头上在上面儿、啊，在上面。哦，这个草，绿色药草、哦，绿色药草。哦，拿红色药草了。啊，干，我身上满了呢。水哟，水哟，那我只好把力量之护石丢掉喽。就一个而已，道具、啊、这里还有一个绿色药草，可是我没看到红色的。不要，麻痹陷阱比较多。啊，石器，全都是绿色药草。我这边突然看到红色药草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我是看到绿色的，我跳下来就看到红色的了。我的天！哎呦！我一调和，哎呀，我要自己调是不是？可能，我这边全都绿色的。啊？混合药草，它不会自动合哦。你要去勾选，因为它第一次没有勾。啊，你之后把它勾起来就自动合了。哪一个啊？清单调和那个吗？对啊。哦，那我要先做出一样哦。对，你要先做出来，然后再把它打勾。看到草在那边啦、啊，那个找到了啦，这里啦。只看到一个，嗯，是那边吗？这边也有啊，那是刚来的，这边也有啊。哦。哪一个啊 ？Nice。嗯，哦，这里后面吗？这里右手边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。哎、欸，而且一次只能拿一个哎、欸。然后这里上来。混合药草哦，它长得跟它那个蓝蜜药一样，机车。蜜药一样啊，这里。而且身上只能放一个。是。我好了。那你多做，它不会合成啊。烂。好，要走了。哪里？跑了11号下面，直接回家好了。这个混合，混成哪一个、啊？最后一个，你要先做过。哦，啊，哇，倒计时慢。有音乐啊、喔，有啊，要买吧？不用买啊，我有了，你有没有啊 ？PGN 好，调高一点。他有频道一下，然后就没了。有了有了，我觉得是你们的问题啊。我有嘞。八老化，啊！我变了，变僵尸了，我变了。啊！我能干嘛？好，请问我到底能干嘛？我能打怪吗？也、欸、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我继续打、啊。哇，
我变黑肉妹，呜呼呼，他睡了，睡了。哎、欸，有没有看过黑肉妹子？啊、那我撞了。我还有声音呢。我吗？对啊。什么声音啊？那个僵尸声音啊。僵尸的叫声。哎、欸，变僵尸不能后跳啦，好亏哦、喔。那。假的，哎、欸，变僵尸不怕酸呢、欸，我可以在水里面玩呢、欸。是，啊，我也僵尸啊，谢谢。啊，哎呀，连啊，等下，连恢复药都不能用是吧？有，你要吃那个混合药草啊，他跟我说啊。会自动回复。哇哦哦！哇，走得好慢哦！你可以跑步啊，那是。尾巴。哎、欸，自己变回来了，不好玩。啊，那我说会自动复原啊，你们都不看说明的嘞。我不看说明的啊。总会有人看说明书的咧，都要亲自体验过嘛。我又变泡酸哦！哎、欸，石头有没有？可撞了。我要找石头。我想变，我还要再变。石头。好机会，好机会！算我的。哦，人龙吼都可以，吗？可以吗？都可以免疫了。对啊，好棒哦！我要变僵尸。哦，没了。我捡了一堆绿色药草。几个啊？我看一下。四个。不是这药草，我看。原本的药草哈。叮！哎呀，尾巴被你尾巴断掉！我眨眼，有了啦！我不是，
被拉一根，短了一寸。因为它尾巴被断了，所以那个尾巴的地方没有砸到。 我变，没有，是中耐性随机的吗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。有了，长枪变僵尸超废的。假的。 我又变了。对啊，说明书是什么？那以后买房子看租房子就不要给我看说明书了。那是之后的事情。买房子跟玩游戏不一样。那就不一样了，不一样。然后便秘。什么便秘？变身就不能敲了吗？ 我就不行。哦，好，我印象了。应该吧。我只是哦，破坏了。我换。哇！好吵！我们那边一直叫。谁啊？角色的声音啊！我们变僵尸都一直叫啊。我要打开。超吵。形象。是 BGM 吗？没有角色声音啊。语音吗？语音吧。我语音开很大哎。 因为 BGM 是背景音乐，对啊，语音是。我变回来了。一下变僵尸就武器不能吸血，我的天！我要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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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变。我要变，让我变，让我变，我想听。我要操我来了！我想听，你不要想跑！我戳死你！我不就叮你，叮你，叮他！ 哎、欸，我好了。原来粉尘也不能杀僵尸。哦不，僵尸只能吃那个混合药草，自己毁啊，其他的东西都吃不到。哇，好，我现在这边就好多红色药草。哎、欸，GDD，你看。 哎、欸，那么早了，装死啊！哦，走，开装，对啊，爆头，啊，开北汽，没关系，我来了，嘿嘿嘿嘿嘿嘿。 对，他断尾呢。干嘛？我一般没有啊。对啊。哦。那僵尸状态，还加个转身凝装。<笑>不要挤我吗，笨蛋？挤屁哦！挖到凶恶龙了啦！<笑>我疯狂冲在一起耶！<笑> nice， 是不是？<笑>
不能挖古种啊！不能挖古种。到底是哪个音乐啊？音乐设定 ，BGM 已经很大声了呢。我有了、啊。语音吗？一张。是要什么东西？徽章哦。硬币、徽章、徽章哎。不然你刚以为是什么？我刚看了大感谢票，等下要增加了。徽章两个。哇，四个哎！今晚我醉哦，我就哦。小屋的点唱机有新的音乐，这个就是这一首啊，拉昆斯的。结果发现 DLC 跟冰原一样贵，整套 DLC。对啊，我很想买整套 DLC， 我想买那个房子，那个房子的主题。我也想买那粉红色的啊。超棒，我的少女心都发作了。哎、欸，这是做什么的？哦，外观。哎呀，外观。生产装备，外观。还有一个整套防具可以做。整套防具。里昂跟克雷尔的。整套防具。对。哦，哦，要十二张哦。十二个。刷起来，刷起来。做一个豆腐好了，我们继续刷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有了拉昆斯警察，豆腐生还者一个，好。哎、欸，豆腐有语音呢，好棒哦。对啊，有人说那个豆腐是会一直叫。有啊，我做一个只要一个就好，我做了。啊，外观装备竟然没有，这是什么废物设定？你做外观了。我说外观装备竟然没有，只能用整套防具耶！这到底什么烂设定啊？四物，来四个人都带一个豆腐开砍了一开草，我滚草，拿不住个得。哇，他只能做防具了，看什么意思？防具跟吊饰。对啊，没有外观，没有啊，很肥、欸。什么意思？不是有整套防具吗？整套外观？他没有外观装备哦，是外哦哦，懂了。啊，不是外观哦，不然他是整套防具啊，整套防具都超废的、哦。啊，那打这干嘛？他做第六套和系都有了，这个怎么没有？看他之后会不会开外观吧。那还要刷吗？刷，要先刷。我还想要去打金狮子的。哎、欸，我金坦好什么？你说刷金狮子啊？那你知道我们每日还没打吗？对，好靠。哎、欸，有新动作哎、欸！打每日。对啊，那个僵尸的动作。好，我来玩了。动作。所以先打每日再说。先打每日。还可以慢慢刷，这个就是每天打一场嘛，反正每天都要打，我打个一两场。来吧，